准备好了吗？前天睡醒，假期还剩五天；昨天睡醒，假期还剩七天；今天睡醒，假期还剩十四天。确实不敢睡了，再睡他快退休了。少年，晚上好啊。你为什么瞪着眼睛看着我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虽然天生丽质眼睛大，但是猫咪怎么能配凤凰呢？啊，我手冷。这就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别往那边看，那还没打下去呢，往这边看。今天相亲咋样啊？别提了，他家穷的连个门都没有。啥意思啊？我说去他家喝点东西，他说没门。我的天，也太穷了吧，家里连个门都没有，这以后咋住？我要不给你看一下我的腿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细，看到没啊，这就叫细腿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燕皮。不玩，
不玩，不玩。